是著有国军荣誉部队著称的中华民国三军一队，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，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。平时执行国家重要军仪及庆典操演，并担任国民革命忠烈祠、忠正纪念堂、国父纪念馆、祠湖、大溪陵寝等礼宾驻防任务，其礼宾交接仪式庄严肃穆、名闻国际，展现我国军精实壮盛的一面。手腕除了给负荷常人难以承受的重量外，更得冒着高度危险进行操练，象征国军官兵无畏无惧捍卫家园的决心。国军努力建军备战，强化国防自主，依最军实的训练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，全面提升防卫作战效能，展示国土主权、寸土不让、民主自由、坚守不退的精神，维持区域和平稳定，守护国安。接下来，三军一队将以整齐划一的枪法动作，配合精准走位，并搭配乐曲《黄埔军魂》做一系列的枪法操演。三军一队是一支具有辉煌历史与光荣传统的荣誉部队，秉承牺牲、团结、负责的黄埔精神，坚持训练，从严从难。如今我们以创新的思维不断精进技术，发展独特性，在传统的枪法上融入新颖的动作，一样的充满精气神，一样的充满坚强意志，象征奋斗不懈、绝不退缩的黄埔精神。
接下来演奏的乐曲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李玉川中士所创作的《领航者进行曲》。这首乐曲节奏轻快，搭配一对弟兄排列三环队形，象征三军协同一致，相互扶持，共同守护国家安全。时代的考验与挑战，中华民国才得以繁荣与茁壮。让我们以诚挚及感恩的心来缅怀先贤先烈牺牲奉献的精神。三军一队成立至今已67年，期间队员们团结合作，共同努力，秉持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的一队精神，完成各项重要任务，使得一队观士兵从成就了一支代表国家门面的荣誉部队。在演奏的歌曲是改编自知名歌手赵传的《英勇勋章》。即将呈现的是永恒守护队形，搭配一对弟兄坚实利落的枪法，象征国军在面对各种艰辛的考验，能够顶天立地，不屈不挠，迎接挑战，奋勇前行，幸福共好，同时也是国军对中华民国坚定不移的信念。代表国家承袭革命先烈牺牲奉献精神，才使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屹立在这片民主自由的土地上，同时能够凝聚民族的向心力，在面对各种艰困环境的挑战下，带给我们勇气和信心，激励和鼓舞我们勇往直前。随着音乐接近尾声，今日的操演也即将告一段落。国军乐一队祝福全国同胞及嘉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中华民国新年快乐。
欢迎蔡英文总统、赖清德副总统莅临会场。国歌领唱代表介绍，介绍完毕。中华民国113年元旦总统府升旗典礼，典礼开始，全体肃立，唱国歌。Thank you.
人员请向后走。升旗，敬礼。火车礼唱人员请后转，礼成。感谢火车礼唱人员，请离场。感谢蔡英文总统、赖清德副总统。谢谢国防部示范乐队第三支旅队带来精彩的表演，预备请。